呢？我们鹿晗和王嘉尔战队，谁是最活跃气氛的？对，战场队。我们俩都是。哦。对。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呢？比如？就比如说，有些时候，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就是糖分，对，这叫糖分嘛？对，糖分比较低的时候，嗯，就送他们一罐百事可乐。我也会送烧麦口香糖。有些时候，对，补一下，对对吧？对，有些时候就他们觉得自己很没自信，我怎么长得这么难看的时候，我说你看清楚，你用 vivo 拍一下你自己的脸，到底有多帅多漂亮。然后有的时候还可以嚼一嚼我们的炫迈口香糖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吧。有时候还嚼着上来的。我做醉驾大人，我在吃了，你在喝吗？现在变成一个就 PK 环节。OK。但是刚过年，我听说鹿晗还发红包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还给自己的队员们、团员们还发了红包？这个我要爆料，这个我来爆料比较合适。好，他们对选手简直就是拉群发红包，带着拍广告，送吃送喝，请吃请喝，这真的是这样的。选手全是被他们几个惯坏的，还带着一块拍广告，请吃请喝，现在带着出活动，带着拍广告，还没播呢。现在有些选手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变了，变什么变了？什么呢？有些性格上面开始已经觉得。有什么事找我经纪人吗？还没播呢节目。OK， 所以说因为大家，因为我们几位热血召集人也是给。